就目前消费者很关注的信任话题来看，陈斌的鱼菜共生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自我认证方式。因为假如在农场里使用有害的化学杀虫剂，鱼就会受到影响甚至死亡，所以鱼的健康状态就是对于无农药的最好证明。这种自证清白的模式也打消了消费者对产品安全的顾虑，这样陈斌的农产品非常受顾客的喜欢，这些呀全靠他的一个小心思。我们这个配送蔬菜时呢，比如说我们这颗菜，你看我们拿起来，我们配送蔬菜时会带着这个水生根，这个给消费者证明这个菜就来自我们农场。第二个，如果你当天吃不完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根啊浸到清水里，可以持续保鲜，不用放在冰箱了。蔬菜带根进行采摘，这确实是一个新奇的做法。买回去的菜吃不完，还可以将它直接放在水里，这样不仅可以让蔬菜长时间保鲜，也让顾客可以吃到新鲜的蔬菜。